9月12日，首届亚洲艺术大奖入围艺术家展览正式在上海开幕。上海外滩艺术馆馆长、亚洲艺术大奖评委会主席拉瑞斯·弗洛乔致开幕词。首届亚洲艺术大奖奖项聚焦大中华地区，评委会共评选出了包括香港、台湾、澳门以及中国内地的7位新锐艺术家。每位艺术家都将受邀为此次展览呈现最佳的艺术创作，并全程高度参与，积极应对展览所带来的挑战。